但昨天有唱，有些人已经知道了。제가오늘이제어제오늘공연을위해서준비한곡입니다这是我为了昨天跟今天的演出所准备的歌曲。你们是我的唯一。谢谢。
열심히 잘했어요? 이거 봐봐, 엄마. 我刚才真的是，哦，뭔가어제보다더긴장되고어제보다더집중한것같아요感觉我好像比昨天更认真、更努力，而且更专心的唱了。아가사가되게슬프잖아요因为歌词很感伤啊。어근데왠지이곡이저한테너무많은추천곡들을받았는데이곡이뭔가꽂혀서꼭부르고싶었고요但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因为其实我有拿到很多推荐的歌曲但是这一首对我来说是最感触到我的心的제목이유일한사람이라는게너무좋아서여러분께그제목의곡을불러드리고싶었습니다因为他的歌名是唯一翻译成唯一的人所以我想要把这首歌带给大家아기분이좋습니다让我感觉很开心啊谢谢오늘약간머리스타일을살짝예전에제가연기했던해수라는역할을머리를살짝해봤어요我今天的这个发型啊，就是做的有点像我之前演过的戏，有一个角色叫做해수的角色。그드라마를또좋아해주셨던분들많아가지고한번해봤습니다因为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这部戏，所以我今天呢就这样打扮了一下。이제조금밝은분위기로那现在我们要转换一下变成比较欢快的气氛